乐乐，你跟妈妈说一个小老鼠行吗？说吧。婷婷今天发现了一个很意外的事情，乐乐呢，之前是我只教过他古诗还有儿歌，从来没有让他自己单独背过。今天呢，我问了他一下，他自己已经单独会背了，会背好几首了，就是有的可能背不全。不看电视。看。不看。看。不看。看。不看。穿袜子。棉花给我。打鸭子。什么？打鸭子。你先关上行吗？现在呢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他这次配合我吗？乐乐，你给妈妈说个咏鹅行吗？说个咏鹅行吗？那你给我说一个小老鼠行吗？小老鼠，小老鼠，小肚皮，它有吃小不点，喵喵喵，那样。来，那你再给我说个咏鹅行吗？一身反骨，你给我说个咏鹅呗。你给我说个咏鹅，我就去给你拿面包，磕你的屁股啊！下来，你说完了，我给你抹油。你说个咏鹅，我给你拿。哈哈、嗯。你说吧。你过来。不吃我的药，现在可能是不想跟我说。等会儿呢，可以让你们欣赏一下，就是晚上乐乐。睡觉的时候，睡之前，然后跟我唠嗑。他现在不配合我，就是因为什么？他刚吃好饭。现在再和大家说一个坏消息，今天差一点把房子点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只顾着给乐乐洗衣服了，忘记了我还坐着锅呢。这个锅呢，跟着我们也是受了很多罪啊。这个已经是被烧了第二次了，第一次是被蛋蛋烧了，这一次呢又是被我烧了，估计这一次就不能再用了。乐乐现在是越来越不配合我了，今天让他给我说了一天的故事，他是跟我说的，但是呢我拿手机一录他就不跟我说，我每次把手机一放起来他就跟我说了，等会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让他来一次，让你们可以看一看，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话比较多。你给妈妈说个咏鹅行吗？一个